我在那个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很累，因为我们平常都不喜欢这种慢动作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刚开始没有跟自己呢，怎么叫讨价还价？要跟自己呢，相信的，相信的。我刚开始我都不相信，对不对？我这种都看不到什么，但是我在练，我带很多人，你会感觉上，如果对面。你的后面呢，他比较有专心的，他的手会变很热，他的手变，因为你开心了，开心，你会感觉到他真的把他的爱，尤其是如果后面的